在地上主要是说话，你接触的是神的话语，是神的话语，看的是神的话语，听的是神的话语，受的是神的话语，经历的是神的话语。神这次道成肉身，主要是借着话语，借着话语来成全人。他不显神迹奇事，尤其是不做耶稣做过的工作。虽然都是神，都是肉身，但他们的职分并不相同。今天神道成肉身，主要是为了完成化在肉身显现这工作，用话语来成全人，让人接受话语的对付，接受话语的熬炼。生命在他的话里，让你看见他的作工，他的作为。神用话来刑罚你，来熬炼你，所以就是你受痛苦，也是因着神话而受的。今天神做工，不是用事实，而是用话语，不是用话语。做工在你身上，不让你受痛苦，或让你感觉甘甜，只有神的话语才能把你带进世界，只有神的话语才能成全你，只有神的话语才能成全你。做的工作主要就是用话语来成全每个人，用话语来带领人，他做的全部工作都是借着话语做的，不用事实，不用事实来刑罚你。有的时候有些人抵挡神了，说让你多难受，肉体也不受刑罚，也没有什么痛苦，但他的话语一临到你，熬炼你，你就受不了。成就一切，用话语来显明一切，用话语来显明一切。